今天的讲题是运用《金刚经》口诀化解性格中的死穴。其实，在我们的性格中有很多死穴，也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症结，亦因为这样引致我们不断轮回。我们必须逐一化解，即将它导向回归正确的方位，我们才可以修行成功，并不再需要受轮回的痛苦。我们今天就会运用《金刚经》作为一个讲解。 释迦牟尼佛也曾讲解过，他以往生曾犯过什么的过错，有很多的个案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这次我们仍然会用释迦牟尼佛的真实个案来讲解。 怎样配合《金刚经》在日常生活中实行我们的修行及实行《金刚经》的口诀呢？以及怎样配合修心程序，令自己可以顺利脱离轮回或者成佛呢？现在开始直接讲解。佛陀成佛之后，他说自己受到十种果报，都是相当严重，并不是轻微的果报。其中一个个案就是佛患关节烦疼，佛陀突然。 全身骨痛，痛得很辛苦的时候，弟子就会有些疑惑：你不是已经成佛了吗？为什么还会全身骨痛呢？成了佛应该有大神通，什么病痛也应该没有的。 为什么你还会全身骨痛呢？于是佛陀特别讲解了这个因缘，讲了这个情况的因缘，这个称为《佛说骨节繁腾因缘经》第四。在这里记载的记载在哪本经呢？在《佛说兴起行经》，又名《言城素缘经卷》卷上，记载了这个个案。文如是，当时阿难是他的侍者。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阿难号召了很。 很多的弟子，很多的大弟子已经证了阿罗汉，就是已经可以脱离轮回的那些阿罗汉，结集在一起，将佛陀当日开示过的东西齐集一起。 在结集成为佛经，阿难尊者虽然在结集初期即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未能成就阿罗汉，但因为他整天在佛陀的身边，听过无数的经典，他可以背诵如流，完整背诵出来，再由其他已经证的阿罗汉的弟子来见证他现在所记忆的有没有偏差。所以文如是的意思是，阿难尊者说：“我当时是。” 这样听闻的，所以称为闻如是。一时是当时的意思。当时佛陀在一个阿耨大权的地方，与大比丘众五百人聚。 五百人即是现代与几百人的意思，不是说数量是五百个，全部都是阿罗汉，具足所有神通，唯独阿难尊者当时还未成就，因为当时还在佛陀身边当侍者，很繁忙。为什么在这部经中所说的，他不是让普罗大众所有弟子都来听，而特别只让阿罗汉，即是已经成就了，可以脱离轮回的。 弟子才可以来参加这个听闻的开示呢。如果根据我上一集讲解的个案的经验，当时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召集全部五百位阿罗汉弟子。 也是要有成就的，才可以来听。他当时讲了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因为我在很多生之前，我连累你们五百人下堕地狱。后来大家经过一轮受苦之后，大家再聚在一起，因为是我亏欠你们的，大家有一个姻缘连在一起，于是便走在一起。所以我当了你们的上师，即是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 做了他们的上师，教导他们修行，让他们都成就了阿罗汉，可以脱离轮回，便可以环抱当日连累他们下堕地狱的因。为什么要召集他们来听经呢？ 就是等于当众向他们忏悔，当日是我连累你们的。所以你会发现，佛陀如果召集某些人，规定某些人才可以参加，不用说，一定是有些极之重大的事情要说，才会这样做。这次也不例外，他特别宣讲这部经的时候，只可以是成就了的阿罗汉才可以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已经成就， 他们的水准不够的话，听了释迦牟尼佛的开示之后，可能会有偏差，有一些更加坏的心念出来了，就会连累他们，那便不好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有所规定的。 这次又召集这五百位阿罗汉到来，要讲解什么呢？当时佛陀对着他的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这个人是智慧第一的，他对舍利弗说：“往昔久远是很多很多是之前，与罗延齐城中，在一个叫罗延齐城的地方，当时有一位长者。什么是长者呢？当然是德高望重，受到人尊重，人人都要给他。” 面子，甚至可能受过他很多恩惠，很尊重他的，才会称为长者。这位长者有一位儿子，我们称他为长者儿子，因为这部经中没有说他的名字，所以我们称他长者儿子。要记住“长者儿子”这四个字，稍后会有很多叙述都是关联到他的。这位长者儿子突然患了急性疾病，危在旦夕。 差不多要死的样子。当时城中有一位大医生，这位医生很厉害的，能医百病，这还不止，起码有过百种专门的药都懂得运用，并且运用的非常恰当。就是说能医百病的原因，亦是因为他非常熟悉药物的药性。如此一位大医生，这位儿子病得差不多要死，不用问。 这位长者的儿子召唤大医生来为他治病，许下一个承诺说：如果能把我的病治好，我将会给你很多很多的财宝来作为报酬。你就尽心尽力为我医治吧。于是大医生便帮他医治。经大医生医治之后，长者儿子的病痊愈了，但他没有根据他的承诺给很多财宝。这位医生，医生也无可奈何，既然。 不给，病也好了，也就算了。怎料长者的儿子后来又生病，可能是另一种病，于是又找医生为他医治，也是同一位大医生。 病愈之后亦同样没有付款或者酬劳，也没有付药钱，什么也不给这位医生。你可以知道这位长者的儿子是怎样的呢？他是非常之轻视承诺，性格是怎样的呢？是随口说：“我有危难的时候，什么承诺也可以答应，只要愿意助我完成愿望之后便什么也忘记了。就算没有忘记，也不想兑现承诺。” 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而且有极大的贪念。他不会因为不想付钱而找一个普通或者低级一点的医生，他一找便要找最有威望的大医生，但又不肯付钱，还要用最好的药。他为什么可以如此气焰？而这位大医生又要为他医治呢？原因是他试着自己是长者的儿子，受到尊重，大家怎样也要给我。 我爸爸面子是不是呢？要给我爸爸面子，就要为我医治。他就是试着这样，所以你会发觉，他这个儿子，如果根据《金刚经》所说，他是非常执着我相，即是说，他对于自我的一种概念性及观念性的性格的执着是非常厉害的。对于我的保护很着重。总之，你就是要全部听命于我。 你是应该要为我医治。当他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同样有这个很强烈的执着，迫使其他人听他说。 所以很执着人相，执着受者相又是什么呢？如果用一个比较普通话的讲解，即是说他对于自己的那种高人一等的执着，怎样高人一等呢？我是长者的儿子，那种有特权的执着也相当厉害。所以他对其他界别的众生，例如畜生道、天道、恶鬼道的众生，都是这样的话。当然，我估计他也会是这。 样的了。不过根据这个个案，暂时没有牵涉其他众生，所以我没有写他执着众生相。但不用说，通常执着这几种相。 也会同时执着众生相的，即是当你跟不同的众生互动的时候，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性格偏差，都会欺负他们。不过这个个案没有讲到其他界别，所以我没有写。但起码他都执着了哪三种相呢？就是我相、人相、受者相。后来长者的儿子又患病了，治好了又在生病，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因为恶业，别人把你治好。 却不付钱，于是便又累积更多的恶业。这些恶业会有牵连的，所以他治好之后又在患病。他又请那位大医生来为他医治，又不付钱，要钱也不付。如是者一共三次，也不给那位医生任何的酬劳。后来他又得病了，第四次病倒了，又请这位大医生来医治他。这次大医生心想，之前为你医治。 治了三次，你什么酬金也没有给我，也就是说，这次为你治疗亦不会给我的，这样是不可以的。长者的儿子亦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只不过试着自己是长者的儿子，但他害怕第四次患病，大医生不会为他医治。于是他加强说了一些承诺。加强什么承诺呢？他承认自己之前三次没有付钱是不对的，便这样说：“您前后三次治好了我的病，我没有给您应得的酬劳。您今天好好的为我医治，我保证，如果这次把我治好，我一定。” 会把过去三次和这次的酬金一起还给你，这样游说大医生，希望能得到他的医治及治好他。你可以看到他经过这么多次，仍然这么执着。 而且有点变本加厉。什么是变本加厉呢？他又患病了，还讲更大的谎话来欺骗大医生。那种执着是否更加严重呢？他没有任何惭愧之心，也没有道歉。他没有说是我不对，只是说只要完成这次的医治，就会连同之前三次的酬金也给你。他只是这样说罢了，反而继续用同一个手法想 欺压这位大医生，没有任何羞耻之心，即是没任何的反省，一点点羞耻都没有。即是说，他那种执着，是因为每次都可以成功欺骗和压制大医生。 而令他的那种执着越来越助长起来。大医生心想：“你已经欺骗了我三次，如果这次又把你治好，可能也同样这样对我。应该没有什么期望你会改好。”他想：“我也要来一个了断。”大医生怎样了断呢？他给了一些不正确的药来医治这个人，导致长者的儿子死了。你会发觉，即使这位大医生修养不管。 有多好，一而再，再而三之后，都会加强了他的执着。即是说，你的对手很执着的时候，自己本身也会增强了执着的，即是很执着我相。 说到底，我也是个大医生。你这样对我，当他跟人们互动的时候，仍然很执着。我就是大医生，你应该很平等的对待我。受者相就是说，我觉得我高人一等，有专长的是城中的名医，这么有能力，你竟如此欺骗我。这些同样是执着了我相、人相、受者相。他对其他界别的众生会否这样呢？我就。 就不知道了。不过在这个案中没有提及，所以我没有写他执着众生相。大医生是这样想的：我对抗你，用一些东西跟你抗衡。 很理所当然，你不付钱就不应该得到专业服务，这是天下的至理名言，是一个道理。不付钱就是没有专业服务。他觉得没有下毒害你，我给的药是没有毒性的，不会害死你，只不过给你一些不相关的药。 这些药不会导致你死亡，我只不过是没有对症下药而已。你自己有这种病，而这种病严重了，没有医治它，为什么没有医治它呢？是因为没有付钱给我。他觉得你没有被医治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付钱来医治，导致失救而死的赠送的药。 说明是赠送的，你不肯付钱，当然是低疗效的，你自己应该知晓的。所以关我什么事呢？你欠我三次的医药费，连同这次，虽然是不相关的药，但也是要钱的，是吗？我也要过来看你，我还是没有追收你的款项，三次加上这一次，共四次，没有收你钱，没有向你追收款项，都是仁至义尽了。 他觉得自己没有错，你的死与我无关。他是这样想的。一般人都会认为他这样做是合理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种东西，就是因果。 在因果上的运行不是根据你想的道理来运行的，它是另外有一套的，就是命债命长。那个人因为将希望交托给你，没有另外找一个医生医治，而信任你会治好他，结果你没有对症下药去医治，耽误延误了他去找另外一位医生治疗，而引致死亡，他仍然会怪罪于你，即是说那个怨。 恨，当他失了性命之后的怨恨，仍然会尝试找寻主要害死我的人究竟是谁。他会觉得是大医生你，你不收钱医治我，或者因为我爸爸是长者而帮我医治也好，怎样也好，既然答应了医治，就要尽责。你没有尽责就是你的错，你没有对症下药就是你不对。总之，我的死亡就是因为你，所以在医。 因果上不会因为大医生的几种想法而改变的，但是他们两人的恩怨是否能争论呢？会的，不过大家就会争论不休。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想法，两者不相让，永远都没有解决的方案。这个就是为什么冤仇连结下去，追多少事也是不会罢休的。 多少百万世也还是会追，永远不能中断，令到大家都要继续轮回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家都不检讨自己的错，而只看到自己对的地方，于是造成如此局面。我们看看当时佛陀是怎样对舍利弗说的。他说：“你知道那个医生是谁吗？就是我的前身，未成佛之前的其中一世。我就是那位大医。” 医生，那时生病的长者儿子是谁呢？就是今天的提婆达多。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位提婆达多在佛经中很为人熟悉的，没有人不知道的。 我现在介绍一下他是什么人，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召集五百位成就了的阿罗汉到来，特别要讲述这件事。不用说，一定是非常重大的了。既然这样，我们就要详细讲述这位提婆达多是谁，为什么这个个案如此简单，只是没有对症下药而致死了一个人，为什么弄出如此重大的事故？释迦牟尼佛如。 此郑重召集这么多人来解释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先介绍一下，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是他的堂兄，年纪比释迦牟尼佛还要大。 亦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后来因为大家意见不合，以及有权力的斗争，在权力斗争之下，释迦牟尼佛当然是最能够令人信服的人。所以提婆达多唯有怎样呢？就是另立教派，自己成立一个教派，与自己的上师释迦牟尼佛对抗。后来提婆达多因为不小心掉进水里被溺毙，虽然他死了。 他所成立的教派并没有因为他死了而解散，还继续存在着。东晋时期有一位法显法师及唐代玄奘法师，你们最熟悉的，他们到印度游历求法的时候，都曾经见过这个教派的活动。 法显法师及玄奘法师亦记载了提婆达多的教派，他们只供奉过去三位佛，唯独不供奉释迦牟尼佛。抽起了释迦牟尼佛不供奉，连自己的上师教自己这么多东西都不理睬。在根本说一切有不皮奈耶破僧是这部经中有所记载，佛和佛弟子全部都是吃肉的，并不是吃全素的。 但被提婆达多利用来批判佛和佛弟子吃肉是杀生，所以提婆达多成立另外一个教派之后，禁止所有自己的弟子吃肉。 在《十颂律》中记载，提婆达多怎样破和合僧呢？他在佛教僧团中推行完全素食主义，但佛陀却拒绝提婆达多的提倡，说一向都允许我的弟子吃三净肉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小城的修行人与及和尚们都会吃肉的呢？因为他们完全跟从释迦牟尼佛当年的规定。为什么提婆达多要特别提倡？ 这一点呢，原因是他想夺权，他想推倒释迦牟尼佛，然后坐上他的位置，接收他所有的徒众，他就可以去做佛教的教主。所以他要找一个漏洞，要把佛陀推倒，也需要有一定的能力。 别人又认同我所做的事，才能够坐上他的位置。他思前想后，想到你是让弟子吃肉的，就是犯戒，没有慈悲心，竟然吃众生肉。我可以利用此事推倒你，接收你的信众。他是这样想的。究竟释迦牟尼佛提倡并反驳提婆达多所说，一直以来允许弟子吃三净肉的理据是什么呢？我们要了。 解一下什么是三净肉？为什么用三净肉来跟提婆达多的完全素食对抗呢？ 这样对抗，是否觉得自己有赢的把握呢？会否令到整个佛教被瓦解呢？若瓦解之后，跟从你的弟子便不再跟你修行，他们修行不成就，便会下三恶道，很凄惨的。佛陀怎样去回应这件事情，便会是很重要的了。现在看看什么是三净肉，这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眼不见杀，根据佛。 若没有亲自看到有人杀这个动物，你才可以吃它的肉。若你看见杀生，便是不能吃的。若亲自看到有人杀它，而你还吃它的肉，这便是犯戒了。为什么呢？犯了什么戒律呢？就是你没有慈悲心，看到它被杀这么惨，还要吃它。第二，耳不闻杀，我的耳朵没有听闻。例如不在屠房、阁林，没有。 听着动物被人屠杀，那才可以吃它的肉。你没有听闻那些众生被屠杀时哀叫的声音，但如果听闻还吃他们的肉，你便会损伤了慈悲心，所以是不能吃的。第三，不为己所杀。这个动物之死，既不是被你所杀，亦不是明知它是为你而被杀的，那才可以去吃它的肉。相反的，例如。 母亲为你而宰杀鸡，说今天亲手宰了一只鸡，熬汤给你，记得要喝。你没有怀疑，亦不知道现在吃的这个动物的肉，是因为为你而被杀的。如果你知道，譬如母亲告诉你，这只鸡是我特别为你宰的，还是亲手宰杀的，或者在市场特别叫人宰杀的，都是为你而杀的，那么你是不能够吃这。 众生的肉的，如果他没有这样说明，你才是可以吃的；如果他有说明的话，你就不能吃的。如果有怀疑，你便要问清楚这个动物。 是否为我而叫人宰杀的呢？如果是，你也是不能吃的。以上三项情况之下的肉便被称为三净肉。即是没有牵涉到这三项情况下的肉是干净的，那才可以吃。提婆达多不服气，于是召开布萨。我说过，布萨即是朗诵戒律以及让弟子们可以公开忏悔的一个聚会。他趁着布萨的时候公。 开跟释迦牟尼佛僧团中所有的弟子们说：“你们要跟随释迦牟尼佛吗？他是犯戒的。他说三净肉是假慈悲，看不到就可以吃。” 说看不见杀就可以吃，听不到动物惨叫又说可以吃，不是为他杀的又说可以吃，不吃就不吃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呢？你们不要再跟随他了，跟随他也是犯戒的。现在朗诵戒律，真正的戒律是要全素，完全素食，不可以吃肉的。 佛又跟我争论，还反过来骂我。根据经书所说，释迦牟尼佛骂提婆达多这样做是错的，不能强迫他们完全素食，一定要是三净肉才真正符合戒律及修行的。提婆达多继续说，佛还要跟我争论，还骂我。当时释迦牟尼佛骂他是傻的，根本不懂得佛法的道理。佛还反过来骂我，你们为。 为什么还要继续跟随着他呢？于是他便成功的号召了五百零四位比丘跟随他，成立了另外一个教派，占了释迦牟尼佛弟子们很大的比数。 这便是在佛教历史上出名的破和合僧事件。根据一些经书所记述，其实是占了一大半，实际上是不止五百零四位，而是有很多比丘都跟随了他过去，于是便演变成为分裂佛教的具体行动，称为破和合僧。什么是和合呢？本来大家一起好好的在此修行，是一个很好的僧团，很和合。 无间的很和气，没有争斗，没有争吵，没有打斗，没有暴力，什么也没有的，大家都相处的很好的。现在因为你来骂佛陀，找一个借口来批判佛陀。 导致僧团内大家意见不合、吵架、打架，还有些甚至会互相仇杀。这种种情况是不好的，这便是破和合僧，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根据传统原始佛教的第一次结集，什么是第一次结集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刚涅盘不久，所有弟子集合在王舍城一起，将佛陀讲过的东西集合起来而。 结合成佛经，这就称为第一次结集。在当时来说，佛教中主张推行吃素不吃肉的人，只有破和和僧的提婆达多及他的信徒而已。 整个佛教戒除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吃肉的。其余反对的还有什么人呢？是外教，佛教以外的外教，有一些亦主张不可以吃肉，要吃素的。我们看看，作为佛陀是最高的正等正觉，他的觉悟能力及了知整个宇宙的运作。 世间的运作，他应该是最了解的。为什么他仍是不主张吃素的呢？为什么他却主张吃三净肉呢？一这样跟提婆达多争斗是不能赢的。首先，我们要解释什么是恶的因缘及恶的心识。 究竟因果是如何运作的呢？怎样才会形成恶的因缘、极恶的心识呢？我们先了解因果运行，就会明白。我们先看看被杀者的仇恨。譬如我们作为动物被你们杀了，然后吃我们的肉，我们会最憎恨谁呢？将来会找谁来报仇呢？就是杀他的那些人士、主使的人，或令他们被杀的主要人物，也会非常憎。 憎恨，他们是会去报仇的。如果你们去惹起这些仇怨，那么将来还能怎样去修行呢？这当然是不好的。我们看看这条戒律，释迦牟尼佛说。 眼不见杀，耳不闻杀，不为己所杀，即是说眼看不见，耳听不见，即不为自己而杀的三净肉便可以吃。释迦牟尼佛除了不想因为这样而伤害了你们的慈悲心，还有一个焦点你们要留意的是，不希望被你们所吃的那些众生对你们产生很主要的怨恨。如果将怨恨的焦点集中在你们身上。 认为你们就是杀他们的人，就会非常怨恨你们，他们就会一直追踪你们，经过很多事也会追踪着你们，要取命偿债，你们就永远也修不成功。 只会拖累了自己，所以当你们眼见那些众生被杀而不去救，就已经会被怨恨；还吃他们的肉，便会对你们更加怨恨，会被觉得你们很残忍。看着我们被杀也不施救，已经见死不救了，还要吃我们的肉，一定会把你们视为仇恨的焦点。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一定不可以这么做。如果你们眼看到， 又应否去救他们呢？你有没有办法去救？又应否做些事情呢？经书中没有提及，没有这么详细，只说到这里，我也没有办法太详细讲解。 只能够大概的告诉你们有关此事，而不文沙也是一样。明明在听着他们哀叫的声音，你们也吃他们的肉，便会伤了慈悲心，也会有机会成为该等众生追踪你们报仇，会成为被报仇的焦点。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三净肉就有这样的规定。那么，为什么可以吃三净肉呢？我们会问，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 不禁止所有弟子们吃肉呢？有些人这样反驳。那时候每个人都是化缘，别人给什么你便要吃什么。难道别人给你肉，你却把它丢掉了？ 又或者退还给人家吗？人家给什么便要吃什么，这是无可避免，所以要吃肉。但这是一个偏离的解释，为什么呢？以释迦牟尼佛当年的名望，他只要说：“我现在下一道命令，所有弟子不准吃肉。如果化缘的时候有人给你肉，要婉拒，然后告诉他不好意思，我们是佛教修行人，不吃肉的。”如 如果我们来化缘，请给我们素食。当时肉是最金贵的，比素食要金贵很多，怎会不听从你呢？所以，如果要素食，人家一定是会给你素食的。 所以这个不是最正确的理由。那么究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让弟子们可以吃三净肉，还要求他们吃呢？另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原因：佛陀为什么要求弟子们要吃三净肉呢？有些经甚至说，释迦牟尼佛让弟子们可以用三净肉来供佛。有些经是这样写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原来有一个重要的。 因素是很多人不明白的，这个因素多年来也没有人能够将它解释的合理。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赐予肉食是一个因缘。 就是当众生赐予肉食给你们吃，便会与你们连结了一个因缘。究竟这个是善缘还是恶缘呢？如果你们是一般普通人，我告诉你们，多数是恶缘，一定是用不好的心食，用贪婪的心食来吃这些肉，他们一定找你们报仇的。不过，如果是修行人又如何呢？所以释迦牟尼佛教他的弟子们吃肉，为什？ 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这些修行人他的弟子们吃了这些肉，便会跟这些众生连接了一个善缘。 这个缘就是他们赐了一些肉给你们吃，你们将来所有修行，譬如你们将来修行成佛，进入一元法界之后，便不想出来。你们知不知道二元以上的世界是非常痛苦的？如果有人脱离轮回而进入了法界，那种快乐法乐是非常快乐的，而且已经在一元的状态，已经不认为与二元以上的痛。 痛苦是他们需要去解救的。他们觉得将来有机缘、有福报的话，重返医院也会像他们一样幸福，不需要特别理会你们。 因为他们一理会你们，便需要改变回到二元以上的世界。好像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只要有一个物质身凝聚在这个二元以上的状态，都要受以前累积下来的果报，会全身骨痛，很痛苦的。就像一个消防员看到大火，冲进火场救人，便要有心理准备，有机会于火场被烧死，重返二元。 以上的世界是要继续受苦的，通常成了佛的都不大愿意再出法界，而再次回入三界来救度众生，所以有大量的佛虽然已经成佛了。 再来救我们的佛只有少量，相对起来只有很少量罢了。你们看，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暂时只有释迦牟尼佛来过而已。未来的弥勒佛还要等非常久的时间才会到来，他还在修行当中，还要待他跟我们结更深厚的缘，接受我们多些的供养及恩惠，待他将来成佛后不会舍弃我们不顾而去，才会。 会回来救渡我们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很想弟子们成佛之后，也需要一个因缘才会回来救渡众生，不要全部都去了法界。 或者色界天的五不还天而不再回来了，所以他叫弟子们吃肉，便会跟这些众生结了缘。将来如果修所成就成了佛，进入了一元法界，甚至去了五不还天也好，也会回来救度这些众生，不会害怕这个火海，亦会觉得亏欠了你们。我们真的亏欠了你们，你们真把你们的肉贡献了给我们，你们有一生的。 生命把肉贡献了给我们，我们跟你们之间有了一个因缘，我们是应该要回来环抱的，他们就会更加愿意在因缘法界出来。 如果他们从来都是素食的，便没有亏欠他人，是靠自己修行成佛的。如果像我们一样慢慢学习修行，最后成了佛，便不用痛苦了。如果是这样，便没有太多的佛会再回来救度我们的。如果我们这个世间在释迦牟尼佛走了之后，便立即有第二位到来，不用等很久，你说是多么的好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便让弟子们可以吃肉，不过只是要吃三净肉，否则便会伤了慈悲心，那便会不能修行成就。你们要做到不伤慈悲心。 所以要吃三净肉，若完全不吃，只吃素的话，就不能与这些众生结缘，受他们的肉食的供养。他们是用自己一生的生命的肉来献给你们的，这是一种很深切的因缘。既然这么深切，进入了法界之后，也要回来救度你们才是合理。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动分享功德，这么多的弟子们，有些成了阿罗。 但有很多却不能成就，但他们也有修行，因为跟那些被你们吃过他们的肉的众生连结了很深切的因缘，他们所修行的功德会能够自动环报。 就算不回向，那些人没有回向，没有说回向给我们所食所杀一切众生，但那些因缘会自动将他们的功德环报给他们的。你们知不知道众生下堕了畜生道有多么的凄惨？你们知不知道呢？经历很多很多生，不知道经历多少劫，也不能投生畜生道以上的，只会越来越下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狮子吃兔子，老虎也吃兔子。这样弱肉强食的，他们便越积越多恶业，将来会下堕恶鬼道，接着下堕地狱。 根本不是向上，而是向下的，所以进入畜生道，而能够从畜生道走出来，投生做人道以上级别的众生，机会率极少。释迦牟尼佛为了救度这些众生，给他们能有一个机缘、因缘、种善德的机会，他希望他们的肉能够被这些修行人吃了，也能沾上一份功德，从而令他们投生趋势不是向。 下，而是向上，向上就有机会获救了。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主要要求他的弟子们吃三净肉的原因。 不为己所杀的原因很是明显，就是千万不要涉及一些直接杀害他们的因缘。若亲手杀害，真是解除不了这个结。这样既没有慈悲心，他们亦会视你们为仇恨的对象。他们不会感恩于你们，反而如果是三净肉，并以修行的心去吃，则他们会感恩于你们，可以沾染你们的功德来脱出生身。他们。 会对你们感恩，不会仇恨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是杀了他们，则他们便会仇恨你们。 或者明知道有人为你们而杀，你们还吃他们的肉，他们真的会把你们当做主要仇恨的对象，是会报仇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观察了整个因果定律，观察了整个世间二元以上世界的运作之后，以他是佛的高度的觉性，正等正觉，没有任何偏差的觉性观察过之后。 他觉得是应该要让弟子们吃三净肉，还要求他们吃三净肉，这样才可以真正帮到其他众生。这是为何他是不主张吃全素的原因。当菩提达多用这个理由来对付他，要夺去他教主之位的时候，他都不肯让步，坚持一定要让弟子们吃三净肉。就是这个原因，他还骂菩提达多：“你是傻的，金钟。” 中写作“吃人”，“吃人”的意思是你是傻的，是傻子的意思。经中说，释迦牟尼佛这样骂菩提达多：“你是傻的。” 你不懂得佛法，你不理解真正的佛法，为什么佛陀会这样说呢？菩提达多是很聪明的，他不是不明白，他是要用这个理由和借口来打垮你。我不用明白的，我的目的就是要打垮你。这是多数人都会赞同我的观点，而只有少数人赞同你的观点，我就可以把你打垮。所以菩提达多听不进去，不听佛。 佛陀的劝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其实就是两个字，所有我们修行，以致整个因果的运作，都要记着这两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口诀，叫做平衡。平衡是很重要的，不要偏执一边。心理上的执着，千万不要在修行的过程中令自己有心理上的执着。如果你经常执着自己要素食，锅中有一滴动物的油，或者这个锅是煮过肉类的，也不要煮菜给我吃。煮斋菜也不会吃的，会连累我破戒。 会恨死你的，会视你为仇敌的焦点。这些就是执着，这种执着会令到你不能修行成就的。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要进入一元法界是要怎样的呢？就是要平衡，进入空性的一元状态，就是要平衡。 不可以太执着、偏执一边，营养上的偏差，尤其是在古代，现在不同，有很多补充品作为补充。我是吃素的，欠缺这样那样，还有办法可以补充得到，但是在古代是不可以，连这种认知也没有，不懂得这样的知识，怎懂得去平衡呢？是不懂得的，没有天天吃维生素的，所以有很多人因。 因为吃素偏执了一边，而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或者身体产生了某些偏差。 于是，在他们打坐或修行的时候，会受到影响，觉性的恢复会慢了很多。可以这样说，是不利于他们的修行。所以，这两个要点是针对所有修行人来说的。另一个要点是救助上的因缘。释迦牟尼佛是想平衡堕入畜生道的众生，有机会脱离畜生道。为了救度他们，为他们制造一些因缘，所以叫。 弟子们要吃三净肉，这个是救助上的因缘。这是对什么方面来说的呢？是对众生的未来而说的。 你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尝试平衡什么呢？平衡修行人在修行上的障碍，亦尝试平衡一些众生被救度的因缘。释迦牟尼佛这整个吃三净肉的主张，而不主张完全素食的原因，正是在于“平衡”这两个字。有些人说要环保，现在多了一个环保的原因，就是饲养太多动物会破坏环保。当然，这个。 已经是另类的平衡了，是关乎环境的了。释迦牟尼佛当时是着重什么呢？是着重众生，而环保这个议题，因为当时不是大量饲养动物。 对环境的破坏不是太严重，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着重的并不在环保这个观点上。要记住平衡，任何的修行都要记住平衡这两个字。现在给你们一个建议，在修行上避免你们有太多的障碍，以及希望你们清除一些以往积存的障碍。一定要修一些修法，这个法就是怎样将一些恶缘及恶因。 转变成善缘及善因，就是说修行的重点在于修心，不是说吃素的便等于修行。你们是弄错了，不是说吃素的便一定会有慈悲心。 而是一定要修好你的心，才会有慈悲心的。因为慈悲心再提升一级，就是菩提心，就是这个被称为觉性的，这样才能升起觉性。当我们跟任何众生产生互动的时候，必须记着以下的几个原则：第一，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及众生；第二，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及自己的慈悲心。如果 我因为自身利益而伤害了众生及自己的慈悲心，必须立即做出忏悔及补偿，将恶的因缘转化为善的因缘。例如，呼吸也会有生命被你杀害的；喝水，有些水虽然现在已经消毒，但以前的水并没有经过消毒，里面有很多微生物存在的。把水煮沸都会把它们杀死的。至于吃植物， 很多人说，植物也有生命的。 所以不要以为吃素便等于没有伤害生命，动物更不用说，它们是有生命的，就更不用说了。走路的时候也会有机会把蚂蚁踩死，也会伤害了生命。做清洁的时候也会有机会的。你不是牵涉杀生，没有犯杀生戒。如果用现代人对杀生戒的定义，你没有杀生，但无可避免的你会有机会伤害。 到他们治病的时候吃抗生素也会杀死很多细菌，也有伤害他们。故此，在做很多任何保护自己利益而伤及任何有关众生的话，你都要做些什么来做平衡呢？现在告诉你，第一要及时运用灌想等等修行之力来协助这些众生化解心中的怨恨，以及协助他们脱离困苦，例如。 要修些什么的法药呢？我们有教弟子做餐前祈祷颂，他不单只念一个祈祷颂而已，其当中有很多的观想。 全部都要灌想出来，去帮助这些众生，不只是帮助众生，还要上供诸佛菩萨，并将所积聚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让这些众生所积聚的功德，比起你们吃他们的肉来比较，他们分享你们种的功德是更加大了很多倍的。要让这种功德几何级数的上升，这才真正快速的帮到那些众生，所以。 你为什么密宗说可以即生成佛呢？原因就是，如果用显教的方式也一样可以的，但就会慢一点。例如，你们要慢慢的勤力用功德来修行，再用你们的功德来分享给被你们吃了他们的肉的众生来偿还债项，令到他们最终可以脱离畜生身，然后再慢慢上升，回到可以修行的道路上来。如果用现 现在所教的餐前祈祷颂，要先将所有食物上供诸佛菩萨，还是用观想的，不是念诵，不是用声波的速度，而是要用心的速度。 用心素的速度做惯想来供养给诸佛菩萨所积聚的功德，用来环抱给所有的众生，让他们可以快速的几何级数的快速增加功德来脱离畜生身。所以你们是应该要做一些事情，不可以就这样吃了众生的肉，然后慢慢的等到修行成就才可以环抱。你们要快速、及时、立刻环抱才可以。 所以在还没有吃之前，就已经要先做这些观想。这个餐前祈祷送并不是在吃进肚子里才做的，而是在还没有吃之前便先要做了。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要尽快救助这些众生，要尽快化解跟他们之间因吃他们的肉而产生的恩怨，又要连结一个好的因缘给他们可以脱离畜生道的话，就是要在还没有吃他们之前便先要做了。至于冤亲债主祈祷文，就是以前已经吃了的，也要为他们做祈祷。难道以前吃下的就不用还报，只偿还给现在？ 在才吃的吗？这样是不可以的。还有放生仪轨，只是做祈祷还是不足够的。甚至那些没有被你们吃的，也需要去帮助他们。 所以放生、疑鬼也是在做这些功德的，这些直接将恶缘转为善缘的修法，应该要去修持，这样才会快速的，否则需要很长久的时间。要修三大阿僧祇劫的，想要即生成佛，当然要多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要对症下药，并不是用一些不正确、不相关的药来治这个病症，而是要对症下药。 要的，而这些修法就能够对症下药，才会快速的，并要将一切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们，协助他们积聚可以脱困的资源。例如，要直接诵读他们的名字，例如所食所杀的一切众生，我的名字叫做陈大文，就说陈大文所食所杀的一切众生，要回向所有修行的功德给他们。例如，念诵一些回向。 上文为他们做一些牌位，为他们做烟供功德，修法的时候回向给他们，还要修法之后送名回向给他们的名字，就要为他们做一个群组。什么群组呢？我们不可能诵读每一个众生。例如，一月一号吃了鱼，二月二号吃了猪肉，不可能是这样做回向的。于是，我们做一个群组。 我所食所杀的一切众生都在内，所有功德便全部回向给这个群组内的所有众生。至于放生，那些就算是我没有吃过他们的，也是需要帮助他们脱困。以上等等的一切功德，都要回向给所有我们曾经吃了的，以及还没有吃过的众生，我们都要去帮助他们脱困。第四，如果你们见到、听闻， 道或者知道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了众生及他们自己的慈悲心，例如母亲告诉你：“我为了你宰了一只鸡，它是为你而做的。” 那么你是否需要尽快想方法去帮助他呢？要向这些人解释清楚真正的道理何在。但是母亲不会想听的，就算不想听，也要多做回向功德给他来解这个冤结。要为他所杀的那只鸡特别的去帮助他，请他不要怨恨你的母亲，请他不要找我的母亲，而我是必定会帮助你脱离畜生身的。你们。 要做一些特别的解释，劝阻你们的亲友不要再继续做这种杀生的行为。然后跟母亲说：“你知不知道，你为我宰一只鸡，我要修法几个月的。如果不想我太晚睡觉。” 也令你自己非常辛苦，以后不要再为我宰鸡了，改吃其他不用杀的。你不要亲手宰杀了，在市场购买就可以了。要这样解释，让他知道。如果他还继续宰杀，你便要拒绝接收，说我不喝了这些汤，我不喝了。若你真的不喝了，他下次便不会再煮了，便不会再杀了一只鸡。如果不是自己亲手杀的， 或叫别人代杀的，而只是在市场购买的，我便会喝，便会吃的。 这样便没事了。就是说，你要做这些详细解释的第五之后，要为被伤害的众生及这些为了你们而做错了事的众生，即是你母亲，要修持上述的修法来化解这些恶的因缘及恶的心识。第六，如果有人供养或相赠一些不是直接伤害众生利益而得来的物件或者食物，是从市场购买。 回来的那就可以吃，但必须要用为了救助这些众生的心态来接受。就是说，为什么接受这些众生的肉来吃呢？是为了要救助他们，要用这种心态才可接受。要为这些牵涉在内的众生，起码修持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种修法。 来化解任何有关的恶的因缘及恶的心时。第七，如果我们有怀疑是否这个相赠者是用不恰当的方法而取得这些物件或食物来给你们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便有责任要问清楚对方：这只鸡是否是为了我们而杀的呢？你们是有责任问清楚之后才可以吃的。我们现在说回提婆达多，提婆达。 达多在原始佛教中犯了忤逆重罪，破坏僧团，分裂佛教，背叛佛教。不止这样，还为了夺得佛教教主之位而派杀手去谋害释迦牟尼佛。 他是一个极为负面的人物，设计了很多计谋，想杀害释迦牟尼佛。在《增一阿含经》记载了提婆达多，结果是下堕地狱，身体受着很重大的痛苦。我们说说提婆达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会由一个本来是很尊贵的人，到最后却变成下了地狱的呢？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佛典记载提婆达多。 是四月七日十时,时生，身高一丈五尺四寸，很高大的。出生大家族，出生于世家族，当然是大家族的姓氏。聪明，有神通，已经修得有神通，很厉害了。颜貌端正，样貌长得非常好看。在《十颂律》中记载，提婆达多出家做比丘，连续苦修了十二年，善心修行，读经、诵经、诵经 仪受法坐定，全部做足，修行非常勤力，所以佛所讲的任何一个教法，他全部都受持过。 广学博文学识非常广博。他亦非常精进修行。在《大唐西域记》一书中记载，当时玄奘法师到了一个大石室，是提婆达多入定的地方。他在此修行有十二年，在此坐定，连玄奘法师也来参观，真的是很勤力的修行。 时事都还保留着，让别人知道他当年是这样修行的，修得有神通。那么，为什么提婆达多修得这么厉害的成就也会出世呢？原来当时他去了一个王舍城的地方弘法，受到摩羯陀国王子阿都市的供养。因为他有神通，样貌端正，学识广博，苦行修得足够，每天只吃一餐全素食，普通。 人不知道，都以为这样的人是很厉害的。阿都市王子，当时还不是皇帝。每天早上集合了几百辆车，皇亲国戚、贵族朋友坐上几百辆车，每天早上都去问安，向提婆达多值弟子里问信问安，还带上五百款饮食，所有最美好的饮食供养，全部带着，有几百辆车，每天早上去。 去供养提婆达多和跟随提婆达多的人。后来佛陀沿着恒河返回王舍城，不久之后便发生破和和僧的事件。以提婆达多的聪明、口才、博学、禅定、苦行，他实行苦行，在摩揭陀国弘法的时候，视现过种种神通，受到所有人的极度赞许，深受王子阿都市的礼敬。他便试着这些。 在王舍城一带，受到全城人民，以致不论是僧。 还世俗的，全部都对他非常崇敬及仰望，他的风头一时盖过释迦牟尼佛。他自认跟释迦牟尼佛同姓，生于释迦族，因此提婆达多用了一个理由。当初还比较客气，还没有用完全素食来攻击佛陀。他最初是这样说的：“佛陀为诸四众教授劳倦，你为了要救度众生，四处弘法，很是。” 是疲倦的，不如退位。向佛所重要，佛陀将所有弟子都给他说，整个佛团的人都全给我让位，给我做教主。你退休吧，你已经如此大年纪了。 其实他年纪比佛陀还要大。的，你看看自己，你太劳累了。他却可能是养尊处优，不用四处奔波，而只在摩羯陀国弘法。释迦牟尼佛却在全国四处游历弘法，是很劳累的。他便用这个理由叫他退位。他要求令僧属我，我当将导，将所有僧侣交给我，我会领导他们的，我会做安排的。 佛陀怎样拒绝他？我有一位弟子舍利弗，智慧第一；我也有一位弟子目犍连，神通第一，比你更厉害。无论智慧和神通都比你强，我都还没有将这些责任交给他们，何况你提婆达多呢？何况是你呢？他用一句说话骂他：“但拓吃人，垂涎教主之位的吃人。”佛陀这样骂他，意思是你对。 我的位置垂涎三尺是痴心妄想，在经文中是这样骂他的。我是照经文抄录下来的。依照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佛典记载，提婆达多所众不成，问释迦佛要求索取信众不成功之后，就心怀嫌恨，即是非常愤怒，所以便发生了完全素食的事件。他在布萨朗诵戒律团体中公开攻击。 释迦牟尼佛因而抢走了五百多人。后来舍利弗跟木坚连去劝这五百多人不要听提婆达多所说。 他会害你们的，跟着他便不能修得成就，你们都会下堕地狱的。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犯了破盒和僧罪，跟他是同谋，是同罪的？赶快回去忏悔，否则将来后果是很严重的。千万不要跟随提婆达多。劝说了一轮之后，有五百多人返回释迦牟尼佛的团体中，于是提婆达多非常愤怒，誓报此。 仇当时阿都市还是王子，他怂恿王子谋朝篡位。 说他现在没有权利，就教他先叫你父亲给你一队军队。他父亲很宠爱儿子，真的给了他一队军队。现在军队全部都听你的指挥了没有呢？已经全部都听从于你了吗？是心腹了吗？现在立即到皇宫把你的父王捉住关起来，禁锢他，然后跟所有人说：我的父王病了，现在由我代为执政。

这样就可以自立为王了。果然，阿都市王子听从他的计划，终于做了皇帝。当了皇帝之后，便有权利了，连带提婆达多也有了权利，有权有势，就可以派杀手去谋杀佛陀。于是他便派人去谋杀佛陀。例如，知道佛陀会经过哪一条山路，就从山上把石推下山，希望砸死他，给大象吃癫狂。 要令他们发狂，然后放他们出去。想要大象把佛陀踩死，派人用一些有毒的爪想把佛陀抓伤，把车抛出去想把佛陀砸死。他做了很多的坏事，做了这么多恐怖的事，终于被流传了出去。连当了皇帝的阿都市王都怕了他，说他居然连佛陀也敢谋杀，于是日渐疏远他。提婆达多 非常愤怒。有一天，他到皇宫求见阿都市王。 但是阿都市王拒绝见他，要疏远他，他很生气，很没趣，觉得岂有此理！我协助你当了皇帝，现在竟然恩将仇报，居然当了皇帝之后不理我，便非常生气。所有人都在骂我，太过分了，根本就是不懂得修行之法。怎料在皇宫门口遇到一位名叫莲花色的比丘尼，这位比丘尼骂他：“你。” 这样做是不对的，是犯了什么的戒律？所以现在皇帝也不理睬你了吧？还没有见到就被人赶出来了吗？ 这样的嘲讽他，他提婆达多恼羞成怒，就在皇宫门口亲手对莲花色比丘尼拳打脚踢，将他打死了。他犯下了很多恶业，为什么会弄出这样的事情呢？原来在很多事之前，他已经跟释迦牟尼佛结下了怨。大医生医死了长者儿子，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还有很多类似的个案的，就是他们在生生世。 世之中也结下了这些怨。提婆达多曾经发誓，我生生世世也会跟着你，你干什么我便会破坏什么。你成立了佛教，做了佛教之主，我就是要来做破坏。提婆达多就是这样的。例如，佛下了一道旨意，凡跟从佛出家的弟子都不能分种姓出身。传统的印度种姓阶级观念是非常重的。佛。 佛陀说，凡是出家的，皆不分种姓，不论你是大姓贵族，或是平民，或低等的族群，一律平等。只要能够修得成就，就是高级的阿罗汉。将来只有阿罗汉可以开的法会，也是可以出席的。佛陀虽然勒令了这道旨意，但是提婆达多却没有理会，没有听从。释迦牟尼佛是太子，那时候释迦牟尼佛。 佛是太子，后来出家学佛而成佛的部分，跟随释迦牟尼佛修行的比丘。 如果是出身世家家族的，他们会觉得佛以前是世家族的，是太子，我们跟他是同一族群的，便有优越感，高别人一等的。佛陀涅槃之后，应该由我们这批世家族的出家人统摄佛团，而并不是那个修得好就可以。总之，要由释迦牟尼佛那个族群的出家人来统领。因此，提婆达多组织了一个四。 半党全部皆是出身世家族，所以觉得该由他去统领，因为自己是出自世家族的。而拥护提婆达多的，另有六群比丘，也是出身世家种姓或者跟佛陀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全部都觉得自己很优越，不愿意接受十方平等，觉得这是低等族群的人所定出来的戒律，或者要遵守的戒律都不。 佛遵守，他们觉得没有平等这回事的，只有阶级。除此之外，提婆达多在戒律上有很多不同的见解。他曾经提出了五项更倾向于苦行，但又不利于弘法的新戒律，却遭释迦牟尼佛全部否决，没有采纳。所以，他非常憎恨释迦牟尼佛。后世称这五种方法为提婆达多无法，又叫天授无法。 法。 说是天般下来的，你们要受持，又称条达五事。跟众人说能做到这五项，便能修得成就。关于这五项戒律的内容，经典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随便拿一个来说，你便会明白是些什么。在十颂律的卷四中，第一提婆达多说：“进行受受着那衣，这一生都要穿那衣，即是乞丐衣服，肮脏的。” 衣服穿烧干净的衣服也是犯戒。第二，进行受受乞食法，直到死的一天都只能乞食，不能用自己的钱买东西吃，也不可以去做工作赚钱给自己买东西吃。总之，什么也不可以，只是别人给的才可以吃。所以，你就要去行乞，坐在皇宫让皇帝供养也是不可以的，是要去乞讨的。 第三，进行兽兽衣食法，每天只能吃一餐。第四，进行兽陆地做法，不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屋，夏天全部要坐在太阳下修行，寒冷的冬天用草搭盖草庵，躲在草庵内修行，也不可以建一所房屋，这个叫陆地做法。第五，进行兽断肉法，这是最重要，用来攻击释迦牟尼佛的，他认为会必定。 赢的其他四项就未必能够赢。说吃肉就是犯戒，吃肉就是没有慈悲心，便一定能够赢释迦牟尼佛。所以他重点用这一点来硬拼，进行寿中一生也不能吃肉。你会看到他所定立的戒律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当之极端，失去了平衡。这样叫弟子们怎样去修行呢？不可能的，全部都被晒的。 晕倒、中暑、死亡了；又或者在冷的时候在草庵冻死了；又或者接着是营养不良而死了。这样子的话，不用修就死了。这些便是失去了平衡，身体失去平衡还不算重要，思想上的执着偏激才是大事。失了平衡，这样会令到修行人难以成就，亦不利于众生。提婆达多就是因为这个忤逆重罪。 中之破和和僧最终堕入地狱，亦衍生了释迦牟尼佛族群的所有出家人，跟不是出生于释迦族的十方比丘产生了不和，因为释迦族群觉得他们自己高人一等，又要做统领，若不服从被统领的，就会被批斗，会说你犯了戒等来批斗你，导致佛教分化的因出现了，在增益阿含经卷四十七。 记载。 提婆达多后来堕入了地狱。佛陀对阿难尊者说：“因为提婆达多是阿难的兄长，要对阿难交代他的兄长现在去了哪里。”阿难也问：“兄长死了，去了哪里呢？”所以佛陀跟阿难解释提婆达多的未来投生处会去了什么地方。他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提婆达多命中之时，他淹死的一刻受地火所烧。这 这个很有趣，被水淹死，但他感受的痛苦却是被火烧，并不是被水淹。这么奇怪，被地火烧的时候，他升起了一个心，忏悔心。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的修行方法是最顶级的，一定会成就的。怎料到死的时候，为什么我不是去天界？为什么不是脱离轮回？为什么会被火烧呢？他才醒觉，难道我错了？开始觉得自己错了。他那一刻才知道自己错了，便忏悔。释迦牟尼佛在经文中说，提婆达多大约要在地狱经历一个。 衔接的时间在地狱中被火烧一个衔接那么久，衔接有多久呢？衔接又称现在结，现在深处的就是衔接。 将会有一千位佛出生，但是根据显教说，释迦牟尼佛只不过是排行第四位的佛；如果根据密宗来说，都只是排行第七位的佛。这样说还有九百九十三位佛要来，不是还要等待很久的时间吗？下一位佛要经历很久才会来的，就算是弥勒佛也还有很久才会来的。我们都走了，都还没有来的。 什么叫做节呢？节是指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小节等于宇宙经历一次成、住、坏、空所需要的时间，二十个小节等于一个终结。 四个终结等于一个大节所以一个节粗略估计不是绝对准确的，大约有四十三亿二千万年这么久。那你想想，提婆达多要在地狱烧一个衔接这么久，才能够解除地狱的痛苦，这么惨，为什么他还能够解除呢？因为他在死亡的一刻做了忏悔，但这样做也需要经历一个衔接的时间。原来死的一。 刻忏悔也嫌太迟，是的，都已经是迟了，所以要经历一个衔接的时间。这就是说，越快忏悔就越好，是的。 释迦牟尼佛说，当他受完一个贤劫的苦之后，可以上升天界，在天界经历六十劫这么长，不会再下堕三恶道了。他在六十劫内都可以在天界中享福，在人以上的界别中享福，因为他始终都有种过善业。最后他会受身，最后一生会剃度出家，受三法衣，然后成辟支佛，名叫南无。 这是不应该加上佛字的。我以前讲过了，辟支的意思是独自觉悟，独自觉悟的一个人是可以进入色界天的五不还天，即是脱离轮回，但是不能进入一元法界，所以严格来说，他不可以称为佛。不过人人都这样叫我跟随罢了。其实他不能进入一元法界，不是真正的正等正觉。到时辟知 知佛的名字称为南无释迦牟尼佛。做了这个预言，我们称为受记。我们看看提婆达多非常勤力修行，非常克己耐劳，终生不吃肉，具有神通，但是心术不正。从提婆达多的个案可以知道，无论你的定力、戒律、苦行有多么严格及成就，甚至终生不吃肉，很慈悲了吧？但是如果修心不好， 他怎样修心不好呢？因为他连佛陀也要派人去谋杀，怂恿阿都市王子谋朝篡位，禁锢亲。 被活活的饿死，你知不知道这是多么坏的行为呢？连教出来的弟子们也是很坏的，还说什么修心呢？是吗？不用说，他对佛法的理解也是错误的，结果就是被业力牵引而堕入地狱。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修行人，或者尤其是密宗的修行人，都同样的错误理解。譬如密宗的修行人会觉得，我幻想那。 为本尊非常清楚，灌了很多的灌顶，拥有很多疑鬼，又懂得如何做烟功、火功，又懂如何布置坛城，又懂得什么是可以烧的，什么是不可以烧的。其他那些普通念咒的修行人，觉得已经念了几多万亿遍的佛号，最后是否有功德呢？是有的，你所做过的善业一定会有功德，但是这种功德是否？ 足以令你脱离轮回，以及去到佛刹土或成佛呢？还是要看你的修心，以及是否对症下药。就是说，要有很多事情合合而成的，不是单一项就可以的。即使堕入地狱之后立即忏悔，由于忏悔时间太慢，还是要承受很大的痛苦之后才可以脱离的。所以，忏悔时间要怎样呢？要快而准，就。 就是说，你的决心要非常高才可以做到。什么是快速呢？快的意思就是，当一有恶念产生出来，在恶念还未演变成真正的行为之前，你的决心已经可以升起、监察得到，然后停止产生这种行为，这就是快速了。而且要立刻将这种恶念的升起做忏悔。准的意思要非常准确地找出自己犯错的。 那条根，否则将来又会重犯。我们是要永不再犯。 这就是准快而准。我们说回这个个案，佛陀对舍利弗说：“你知不知道，当时就是我给了长者儿子一些不正确的药，结果导致长者儿子死亡。因为这样的因缘，这几千年来都在地狱中被焚烧烹煮，以致堕入畜生道、恶鬼道的报应都已经受过了。为什么他可以脱离出来呢？因为他是大医生。” 始终有一个慈悲的心，所以后来他忏悔，最后能够脱离出来，但是不能完全清除，受了几千年的苦，加上忏悔。 都不能把罪业完全清除。由于有残余的因缘，所以即使现在已经成佛，我的骨头也还会在这里痛，在那里痛的骨头的病不断产生，是因为迟了忏悔，忏悔太迟，业力已经连结了，而且产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倍数，所以他的受苦才会变成难以估计的倍数，这样来受果报。那你会问，为？ 为什么会连结了，产生不可逆转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增加倍数呢？我举一个例子，你用一些不正确的药，但并不是毒药，是一些很轻微药性的药，不会对你有副作用的。但是没有对症下药，这样是不是延误了病情呢？被人控告也不能成功将你入罪，因为你开的药单查不出问题，药也验不出毒来。那么。 长者儿子为什么死亡呢？法律上是自己病死的，会否要大医生坐牢呢？当然不会，因为在这方面没有犯法。于是便会有人跟着做，临界中有很多众生看见也会跟着做，只要施一些诡计，还要理直气壮说自己是对的，然后害了人也会没事，那他们便会去害人，害得人家很痛苦或者死。 亡，因此而死亡的人也会对你憎恨，你一样也会有受恶报的。总之，跟了你，学了你的方法去害人，那些人所承受的痛苦，以及被追债时的恶果报，你也会要分担和承受，因为是你教懂那些人这样做的。你说我也是学别人的，那不好意思了，你模仿别人，你所有的恶果报，那个人也要承受。 但是你做而又有人模仿你的话，那些人所做的恶果报，你也要承受。所以果报会倍数的出现，是很难拆解的，没有办法解开的结果。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之后。 仍然要偿还。佛陀对舍利弗说：“你看看如来，你看看我，我已经是佛了。所有恶的因缘都已经断除了，所有善的因缘都具备，尚且仍有这样的因缘果报，更何况那些又愚昧、冥顽的、没有得到的众生呢？什么是愚昧、冥顽呢？什么是得到呢？我们现在看看佛法中所讲的愚昧、愚痴、冥顽。” 不灵是指没有觉性，就是没法察觉或者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寻找解救自己的方法，也就是没有办法脱离轮回或者成佛的意思。如果修行修得有能力察觉或者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就是有觉性。你修到有觉性了，等于能够找到解救自己的。 的方法一等于得到了有正确的方法来修行，称为得到，也就等于能够脱离轮回或者成佛。那么，怎样才能升起这种的觉性呢？修什么教法才可以呢？答案就是要懂得修心程序，如何运用修心程序配合《金刚经》互相吻合来修行呢？我们用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大医生之个案来做出举例，这位。 伟大医生很有能力的，他能够运用各种药物，能医百病，是出名的名医，受人尊敬。通常，越有能力的人就越有一种尊严，也就越容易升起一种我慢，对于我的能力的执着及骄傲，就叫做我慢。这种尊严一旦被冒犯，就会立刻升起憎恨心，会非常愤怒。看看他的性格，因为他拥有这种能力。 但不善于将它好好的运用，令到我慢升起；而性格则不喜欢被人欺骗。 亦不喜欢被人压制，喜欢运用自己的能力去抗衡这种压制，也喜欢用各种理由去纵容自己的行为及想法，不喜欢寻找自己的错处。以上这些是他的性格。先看第一个性格，不喜欢被人欺骗，也不喜欢被人压制，这就是柱相。柱相在不喜欢被人欺骗的念头中，相的意思是指相状意念。 见解就是你的见解是不喜欢被人欺骗，执着于不喜欢被人欺骗，这就很容易引起嗔恨心、妒忌心或愚痴。 妒忌这个长者儿子，试着他是长者的儿子来压制我，是一种妒忌；亦存在着我慢。我是一位大医生，又升起疑心，觉得他又来骗我，嗔、痴、妒、慢、疑全都有了。喜欢用自己的能力去抗衡这种压抑，是属于住像之后的衍生物。因为你执着被人欺骗，就会发怒的情况中，接着你就会反抗，用。 用自己的能力去反抗。 这是一种住象，这是极度执着的衍生物，会产生愚痴及我慢。如果喜欢用各种理由去纵容自己的行为及想法，这是另一种住象，是自我欺骗。很想要去报复，很想去反抗，但是一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害死他，良心有点过意不去，就会用很多理由说服自己是对的，为了避免自己的良心受。 谴责而产生的一种行为，就是自我欺骗。如果有这种现象，就是产生了贪念、嗔恨、愚痴及我慢，不喜欢寻找自己的错处，这是住像在一种逃避的心态。记住，凡是不喜欢看到自己错在哪里，就是有一种逃避的心态，就是愚。 就会完全符合释迦牟尼佛说的那种愚痴、愚昧、冥顽，就会没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喜欢寻找自己的错处。这个世间所有的人，为什么修行不成功？为什么要继续轮回？都是因为不喜欢看到自己错在哪里，只喜欢看到别人错在哪里。能看到别人错在哪里，便很高兴，就会去指责他。 用很多理由纵容自己做很多事情来对付这个人，但永远没有做任何事情去改善自己。 因为从来不喜欢看到自己错在哪里，所有世间上的纷争或者家庭的纠纷，任何的事都是因为我们只看别人错在哪里，不喜欢看自己错在哪里而做成的。所以贪嗔痴度慢一遍全部都出现了，导致永无休止的轮回下去。修心程序是怎样的呢？之前讲了，第一是接受，如果当日那位。 北大医生肯接受我，为什么要医治他呢？他虽然压制我，我可以告诉他没有钱便不能得到医治。第一次被你骗了，第二次要我为你医治，可以问他会不会付钱，或者先付一些定金，又或者先缴付上一次的费用，加上这次的定金，我才会为你医治的。你可以这样做，可以用一些方法去解决现实的。 的问题，为什么你又不收费用，又不要他付钱，而肯为他医治呢？到第四次还要勉强去医治他，还用假药呢，而不是对症下药为他医治呢？不是用假药，总之就是没有对症下药为他医治。原因是你要给长者面子，现实是那位是长者的儿子，这位长者是受人尊敬的，如果不去医治他。 可能会有人说，长者如此有德性。 请你为他儿子治病也不去，我的名誉可能会受损，不给长者面子可能会有后果的，可能是为了这个后果，怕有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尊重你，可能为了很多原因，仍然继续去为他治病，这就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但亦不用一些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如果真的为了某些你认为必须要接受的原因， 因而要去为他治疗的话，那不如真正的去接受。 真正的接受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长者的体面，是为着很多原因。我就去为他医治吧，我不会医死他的，不会不对症下药。就是你要接受这个现实，如果接受的话，便不会后来要在地狱受苦几千年了。所以修心程序第一点，你是要接受的；第二就是提问，接受了之后会产生很多自我感情的反。应。 应，情绪不稳定、贪嗔吃度慢，已可能会有些显现，便要对自己提问：我是否很愤怒呢？我是否还很憎恨他呢？可以去提问所有相关的人，问家人，说出你很愤怒。问了所有人之后，不要在提问的过程中产生情绪反应。什么是接受呢？接受是有好处的。当你接受之后，再去解决。 节，你会有定力出来的。若不接受，就会很烦躁，会发疯。这样去提问是不准确的，只知道自己很疯狂。所以我们先要接受，令自己冷静下来，再慢慢去拆解提问自己，观察自己的情绪。问人的时候，如果他说是的，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要立即生气地说：“关你什么事？”不可以这样的。若向有关的人提问，说出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看法未必是对的，只让我做一个参考。在接收这些答案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有任何的情绪，如果有，就要提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反应呢？将看法收集统一之后，就请教一些有智慧的人，看看他们。 们如何回答之后进行分析，洞察自己的感觉、意念、见解有没有偏差，是否偏离了我们的修行？说不定我对四项可能很执着。 然后我们要寻根，了解一下自己为什么会犯戒，修心最差的位置在哪里呢？究竟大医生的根在哪里呢？就是不喜欢被人欺骗和压制，这就是根之所在。就算他放下对长者儿子的憎恨，不再憎恨他，如果下次他又再被人欺骗和压制，由于他的根未拔除，他的贪嗔痴度慢疑会再复发。 所以，一日不把根除掉，都会继续轮回。如何忏悔这件事也好，忏悔只不过平和了根。 不能平和那条根和那种性格，将来还是会再出来的，又会再重犯，所以一定要把根寻找出来。他还有一个死穴，不喜欢寻找自己的错处，这是死穴。所有人如果患有这个死穴，都不可能脱离轮回的，是不可能的。这基本上是所有众生的死穴。如果我们找到了根，又找到了死穴，便要对治它。 最好用符合《金刚经》的对治方法来对治。怎样对治呢？先看看这位大医生当时的想法。第一。 他觉得对抗是理所当然的，不付钱便不应得到专业服务。觉得自己没有下毒害你，只不过给了不相关的药，很轻微的，不会导致你死亡的。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并没有去治疗，所以死亡不被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付钱，导致施救而死。我没有追讨你欠我的债，已经仁至义尽。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这是大医生当时的想法。我们现在来拆解，怎样拆解呢？首先要知道自己犯戒及修心最差的关键位在哪里。第一，不喜欢被人欺骗。 也不喜欢被人压制，那便要升起一种觉性。那种觉性是什么呢？就是每次被人欺骗或者受压制的时候，就要觉得这些是以往生所欠下的债项。不然，以我这么聪明，怎会被人无故的成功欺骗呢？以我这么高的能力，为什么会无故有人可以把我压制呢？这就真的是你亏欠了一些东西，以往生欠下。 一些东西，今天竟然可以把你压制，并成功把你欺骗。今天有能力去清还，我现在仍是要去清还的，是吗？这是一种福报。你要知道，你往生是欠下了很多债项的，没有能力偿还，就表示进了恶鬼道。 地狱道，就连偿还的能力也没有。你说你是多么惨的呢？今天竟然有能力偿还，真的好啊！我欠下这个长者儿子很多债项，他拥有的东西已经很多，我没有什么可以还报给他。如今他病了，就正正是我有这种能力去还报给他的，我应该庆幸才对。你应该觉得有这种福报去偿还是件好事。 代表我将来更有能力脱离轮回。 也是我所背负的债项又卸除了一些，真是太好了。就是将来负担不用那么重，便比较容易脱离轮回。你因此应该要产生感恩心，感恩自己竟然有这样的机缘，因缘和合,合让我能够清还这笔债项。同时亦应该要产生平等心，平等心的原因是这是平等的往来，有来便有往，我欠他的便一定要还。 非常平等，没有压制，是平等的，是一种因果定律。要有这样的决心，可以告诉你。 这种觉性是我们修心必须拥有的，尤其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时候必须拥有的觉性。如果没有，你的修行一定会有很多障碍，不会修得成功。很多人修行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这种觉性。如果你有这种觉性，你不喜欢被人欺骗和压制的根去除了、拆解了，也就等于你能够做到无我相，不会。 不会在执着于这条根，就是不会在执着于被人欺骗和压制的这些事情上。无人像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这条根而与人结怨更多。无众生相，就是与其他界别的众生，也同样不会结这样的仇怨了。无受者相，如果高你一等，有高人一等的人来压制你，也不会引发这条根起作用。这样便能做到这四项的不执着。如果能够做到，就连喜欢用自己的能力去抗衡这种压抑的这个结，你。 都能够拆解了，因为你已经会接受，还怎会去抗衡呢？就是心要做到没有不忿，只有感恩、和平等。 要做到当下平等的宽容心。当下的意思，你不会计较他，可能在之前的五百世也有欠我的，他也有亏欠我。为什么只说我亏欠他呢？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要当下不要再计较了。如果这样计较，就等于你不舍得脱离轮回了，便要继续轮回，那几百世的恩怨会继续缠绕着你。所以当然不跟他去计较。 掉了，我们当下立即现在就平等了，债项已经还清，大家已经完全没有关联了。如果又有第五、第六次生病，原来还剩余一些债还没清的，就继续把它清还吧，这样便可以平等了。这样将来便没有什么东西牵连着你，才叫容易进入一元法界成佛的。如果还牵连着几百世的东西， 又怎能进入一元状态呢？所以要当下平等，不要拿计算机来计算了，要有宽容的心态。如果能够做到，那第五点的对抗是理所当然，也就可以拆解了，不会认为要理所当然的去反抗。 不会再对抗了，亦能拆解第十项。我并没有向你追回欠我的钱，我没有向你的追收金钱，已经当下切断了那种缠绕了几百世让你继续轮回的纠缠，已经切断了。那当然不会再去追讨，说仍然欠我钱，便把这项也就拆解了。这就是对峙，而且是用《金刚经》的方法来对峙的。第二，很喜欢运用自。 自己的能力去抗衡任何的不满，便要用这种决心来对峙。就是当我拥有任何的能力，都要产生一种感恩心，认为这种能力要配合所有众生及环境，才能够产生成功的作用。你说懂得药物？ 也要有药店让你配药才可以，也要有人把药从山上采下来，经过炼制才可以。这就是配合环境，环境也要有这些药生长出来才可以。就是要配合环境及众生才可以运用这种能力。当日也要有老师教你，才会懂得这些医术。要有基础的东西要学，所有的事情要有大量的众生和环境协。 住你那种能力才可以升起和产生作用，所以你是不是要感恩呢？感恩所有一切的众生及这些环境的因缘配合，令你有这样的能力来环抱呢？ 所以要环抱给众生，所以医治每一个人，有付钱也好，或者没有付钱也好，总之每运用你的能力去帮助任何人，都要觉得是环抱的机会，要有环抱心，要这样想：我亏欠了这么多众生，现在拥有这种能力，竟然有机会环抱，真是太好了！愿意把自己的能力与一切众生真诚的分享，要觉得这。 这种能力要与他们分享，而且这种分享是平等心的分享，不会认为分享的成果我的高级一些，我负责医治的，你只是负责配药。 所以你就次等一些，你就少分一些，没有这种高低之分，也没有好坏之分，是平等的分享，对自己对别人也一样。因此，如果能够做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不会运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害人的工具，因为害人等于害己。记住，在因果中就是这样的，害人等于害己，利人等于利己。记住这个。 这个公式就可以了。每次害人都记住这是在害自己，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是在帮助自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这是因果定律。如果能够做到，便没有了自我的执着。在跟别人互动、跟众生互动、跟高你一等的受者互动时，这些执着就全没有了。 即是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都能够做到，而且第三点，就连很喜欢用各种理由纵容自己的行为及想法的做法，你都能够拆解到。还有，要知道，当我们运用能力去害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借助其他众生及环境的能力才可以成事的。所以，恶的果报会是复杂很多的。例如，你到要。 店配药，配这种药便可以害死那个人。把药给你的人，或者帮你配药的人都会有份参与似的。他会认为怎么回事？原来这些药是用来害人的，会不会很容易赖到我头上来？于是他也憎恨你了。至于环境，炼制这些药的人会觉得这些药会不会让你去害人呢？这些药是我发明，你用我制。 造的要来害人，因而他也会憎恨你。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运用你的能力去制造恶业，并不是受害的人来报仇的那么简单。因为你有这种能力去害人，而帮助你有这种能力，协助你有这种能力，以致种种环境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缘都会产生出不好的现象。 你的恶报会把这些全都加上，的，所以你的恶报会是很复杂的，所以要记住，小心运用你的能力。如果你有治病的技术，但是不小心治疗失误的话，那个病人会非常怨恨你。我不是有意的，只是不小心罢了。那为什么会不小心呢？那个人还是气的想杀了你，所以要很小心运用我们的能力，尊重自己。 己的能力，例如要做到医者父母心，将病人当做自己的儿子来医治，尽心尽力的，那便不会出现不小心了。如果你能尽心尽力。 别人是会知道的，那样就算你真的不小心而医死了别人，他都会觉得你已经尽全力了，大汗淋漓的为我医治，他不会将你视作仇敌来追你多生多世的。所以要尊重自己的能力，这也是对治的方法，以及修行时要有的决心。记住不满，什么是不满呢？我喜欢用我的能力来抗衡不满。不满的意思是。 是什么呢？出现了贪嗔痴度，慢疑，才会有不满，不然无缘无故为什么会有不满呢？这是不能平衡自己的情绪。能力，能力是正向或者中性的，要看你如何运用。不满是一种负能量，不可以用中性的东西连接负面的东西。如果这样做。 便会让你的能力走错了方向，偏差了，而你会在运用你的能力时所造成的创伤将会是更大。相反的，能力越少，所造成的创伤便越少，而越有能力所做出来的创伤便会越大。所以，你所拥有的能力千万不要跟任何负能量的东西，例如不满，来加以连结。 一旦廉洁便会出事，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要记住，小心运用我们的能力。能力是中性的东西，千万不要让它偏向了负能量那一边，要将它导向正能量的方向，这样便会功德倍增，而不是下地狱的业力倍增了。第三，你不喜欢找自己的错处，这是你的死穴。你不喜欢找出自己的错处，那要明白。 有觉性等于有能力知道自己的错处，怎样拆解呢？每个人都不喜欢看到自己的错处，你便要知道，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便等于没有觉性。有觉性等于有能力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就表示有救了，表示有机会脱离轮回。这么好，我当然希望自己有觉性了。因此，我们经常要升起一种。 一看到自己有错，便要寻根的欢喜心。为什么我会错呢？根源在哪里呢？当你一生岂能对峙这种错误的心的时候，要产生一种觉悟的感觉。寻根的时候要产生欢喜心，真的太难找了，竟能让我找到，还懂得对峙。我的觉性升起了，我真的觉悟了，觉性出来了。不然我怎样会懂得对峙呢？你要。 有这样的一种决心才可以。记着，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怕自己有任何恶念升起，因为多生多世养成了很多习惯，在潜意识中有很多恶念会升起的。这不是重点，永远也不是重点。就跟一间房间里面有垃圾、有尘埃一样，不是重点。有没有办法把它清除才是重点。 如何清除呢？就是要升起觉性。其实这是我们修行的口诀。任何恶念升起，我不会被吓得震抖。我竟然想把那个人害死，我要在佛坛前叩头五十个，这没有什么作用的。觉性升起才是最重要。把头叩到出血也没有用的。怎样才是升起觉性呢？要知道这个念头是不对的。我还有一个平等心。 因存在，知道这是平等往来的，有因便要有果，这是因果定律。 怪罪别人等于怪罪自己。我不应该怪罪他们。就是说，如果我责怪这是他们的错，要强迫我为他医治，要知道骂他就是在骂自己，因为表示你不愿意去偿还债项，以后积下来的债就永远都不能清还，下一世倍数增加，便要偿还更多，这就等于怪罪自己了。因此，不要在意别人错在哪里。 只觉察自己错在哪里便可以了。为什么呢？这说明你自己有救了。所以记住，究竟怎样才可以拆解这个所有人也没有办法拆解，以及所有人都拥有的死穴呢？就是要拥有这些觉性。如果可以做到。 也就是能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不会再执着这些人都是坏人来压制我。你又做错了什么？永远不去检讨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只会看到别人的错处。别人是否有就不知道，因为那人会否救自己？看看自己错在哪里，我不知道。他未必接受你不断的告诉他他是错在哪里。 但是你不看自己错在哪里，就一定没有得救。所以你的重点应该是放在救自己，还是放在别人身上？不断指出别人错在哪里呢？不如先救自己。如果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是可以救自己，这是最好的。如果能做到。 第四点的不喜欢寻找自己的错处是可以拆解的。第七点，觉得没有下毒害你，只是给了一些不相关的轻微药物。 不是我导致你死亡的，我并没有毒害你，这一点你都能够察觉到，你有错。不对症下药医治人就是错，不告诉病人给了他下等的药，并不是对症下药的，你自己另寻名医吧。我的药是不能把你治好的，请你自己另寻名医，否则拖延病情会死亡的。你不告诉他这个事实，你就是错。用一些虚假的。 欺骗形式，还自欺欺人，说自己是对的，这就是错。当运用这个升起觉性的方法来观察自己，便不会犯这些错误。第八点，还骂那人是他自身的病害死他自己的，不去求医而令自己死亡的，你也会发觉这个理由也是说不通的。第九点，没有为他医治的理由是他没有付钱，所以导致你施救而 而死的这一点，也会发觉自己是错的。 因为无论如何，你都需要继续为他医治，一定是有原因。这个原因可能是爱与某种情面而做的。你要知道，爱与情面也是一种你要接受的理由。既然要接受，你便要尽责。所以第十一点，觉得自己并没有错也能够拆解，这是对峙的方法。第四，他亦会很容易误解真理而做错事。为什么呢？不付款。 款就不应该得到专业服务是对的，这也是这位大医生因为这个道理而误导了自己，而令自己做错所有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不能进入一元法界，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无法相亦无非法相。现在我教你们，当你们认为是正确是真理。 执着它作为一个理直气壮害人的理据时，怎样去拆解呢？第四，当我们进行任何行为之前，这种觉性一定要有。若发现存有灰色地带，以及有一些难以拆解的死结时，想用一些不正确的药去医治这个人，便要想一想，究竟这个灰色地带是什么呢？你觉得自己非常正确。 不付钱就不应得到专业服务，因为不付钱，所以给你九流的服务。九流服务就是这样的，不付钱就给你一些不是对症的平价药，当然要吃平价药了。我还怎么可以亏钱给你买贵价的药来治好你呢？你是会这样想的。这些就是灰色地带。但是这样治疗会否导致他死亡呢？会否令他耽误病情而死亡？ 王呢？这些就是灰色地带，是难以拆解的死结。难以拆解的死结就是你始终认定不付钱就不应该得到专业服务，不付钱就不应该得到正确的药物治疗的这些想法。这是一个死结。当你每次在进行一些行为之前，发现这些灰色地带以及死结存在的话， 便要进行修心程序的第二个步骤，提问，要问自己，问有关的人，问一些具智慧的人，他们会给你不同的答案。你能在其中找到一些很好的解决方法，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及思想是否出现了偏差及错误，从中能产生智慧以及任何善的结果的话，你也要感恩及回向给所有众生，使他们提供了。 答案可能他们讲了一些话，令我突然间想到了解决方案。就算那解决方案不是他们告诉我，可能是他们给了我一些牵引，使我想到了解决方案。这样也要感恩这些众生及回向给他们，并且愿意把这种智慧和能力分享给众生。经一事长一智，帮助我能跨过这个缠着我，令到我不能走向正确的。 的方向，而还觉得这是正确的事情。当我能够解决的时候，这是一种高度的智慧。我要跟所有众生分享，如果能做到，便一定能够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所有执着。对方不付款，你可以不提供服务，但是不可以假意提供假的服务。 这是肯定的。如果明白这是平等因果，什么是平等因果呢？有无形和有形两种。钱是有形的，不付款就不为他提供专业服务。 但是为什么你要继续为他医治呢？就是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就是你要给长者面子，害怕自己的名誉受损，这些就是无形的报酬。其实你是有报酬的，不然你怎会继续为他医治呢？继续医治一定是有原因的，你要接受，不论是无形或者有形，一旦接受了，便要运用专业服务来医治，这就可以拆解不。 付钱就不能得到专业服务，这种执着，因为你可以告诉他，不付钱就不会获得医治，或者劝服自己接受，因为某些原因要继续为他医治。既然要为他医治，便要尽心尽力，不可以用一些自己认为正确的理由将错误的行为合理化，这样后果会很严重的。这就是对治《金刚经》中说：“须菩提长老。” 老跟释迦牟尼佛说：“你的讲解如此深奥，看来没有人会明白的。” 释迦牟尼佛立即斥责他：“你千万不能这样说！有很多的众生于多生多世以来已经积聚了无量的功德，他们一定能够听得明白的。何以故？是诸众生，他们已经可以到达无父我相，已经没有了对我的执着；无人相，没有了对人跟人互动时候的执着；无众生相，跟其他界别的众生互动时的执着。” 执着亦没有了，无受者相比他高一等或高级很多的众生互动时的执着也没有，还有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我相、人相。 众生相、受者相，我相信你们会很容易明白。你们最难明白是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所以，我再讲解一下：无法相是不执着一切万法，因为一切万法都是二元以上的，会妨碍你们进入一元状态的法界，是妨碍成佛的东西，又称为有为法。什么是无非法相呢？非法相就是空性，空性是非。 非有非空，如果连空性这一种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一缘状态的觉性也不执着的话，就是无非法相。 所以又称无为法。如果有能力像我刚才所讲解的一样，做错了一件事，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能找出那条根，又找到死穴，能完全拆解，用我刚才教的方法全部拆解，拥有四种特别的觉性，能够完全拆解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如果能够做到，是可以脱离轮回的，但是未必能成。 成佛怎样才可以成佛呢？要做到无法相、无非法相，才可以误入空性成佛。刚才的个案只是教你去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还没有叫无法相、无非法相。如何在这个案中运用？我们现在讲解四种相，怎样才称为无法相呢？无法相的意思是没有正确的方法。刚才执着于最难。 拆解的第六点：不付钱就不应得到专业服务，是至理名言。 是正确的，你会认为这是正确的方法。如果不执着于这个所谓正确的方法，就算不付钱也能得到专业服务的。是我欠下众生的，是很多众生长养我、协助我，才能有今日的能力。我这种能力也要依靠环境和众生才能发挥。我是应该医治病人，就要运用这种专业知识的，不可以用钱来决定。 是否运用这个专业服务？如果不再执着这样做是绝对正确的，就是做到无法相了，就是不再执着，这是最正确的方法，这就能做到无法相了。什么是亦无非法相呢？在这个案中，就算这个正确的方法也不执着，就真的很厉害，这个执着也没有了，便是亦无非法相。在这个案中能达到这个程度 就是做到了无法相，亦无非法相。《金刚经》有两个口诀，一个是因无所住。 不住于相，一个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特别做了两款锁持扣，一个是因无所住不住于相，一个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今日会将一对的口诀送给你们在场的法友。法会完结之后，喝了除障甘露水之后，来到我这边，会每人送一对的。这些是锁持扣，好让你们一直都记住这两个重要。 的口诀，我们看看这两个口诀在这个案中如何运用呢？我们继续讲解如何运用。 根据经文，佛陀对舍利弗说：“你看看如来，我已经是佛，所有的烦恼已经清除，所有善行具备。虽然有这样的功德，仍然不能豁免从前的因缘。更何况那些愚痴、昏暗、冥顽、没有得到的人呢？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用《金刚经》的方法来对治，就是因无所住，不住于相。刚才已经叫了。” 怎样才可以不住于此六相中，守四种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让你能够做到，也只能脱离轮回。 要做到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才能进入一元状态的法界成佛。刚才已经叫了，就是第一个口诀：因无所住，不住于相。我们不要执着于任何的相状、概念和念想中，就能够做到不住于相了。 这已经叫了，现在还欠第二个，为什么不要住相呢？住相的结果和报应是会延伸至成佛之后，只要在进入二元状态以上，要凝聚任何物质存在，就会立即受报，除非进入一元状态的法界才可以避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佛进入一元法界之后。 不会再出来救你们。如果他们全部都出来了，便可以一对一，每一位佛教导一位弟子成佛，也可以有足够的数量。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少数的佛来救我们呢？整个衔结时段都只有一千位佛。现在这个时空不知道要等上多少千年，弥勒佛才会降临，要等很久，不知道要等多少个万年以。 万亿年来计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因缘不够强，他已觉得你们自己慢慢领悟就能够成佛。 如果他们从一元状态中出来，将会很辛苦。消防员进入火场救火是很辛苦的。事实是有人不喜欢干的，有些佛是不会出来的，所以要跟他多结因缘，因缘越厚，他就会觉得还是要来救度。释迦牟尼佛要你们吃三净肉，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来看看如何做到第二个口诀：因无所住而生其。 心呢？你要不执着的拥有这些觉性，什么觉性呢？刚才叫了四种觉性，我说拥有这四种觉性，便可以完全对峙。 拆解大医生所做错的事情和想法，以及那些根和死穴，全部都能医治。我们知道能够医治，也知道这种觉性可以帮助我们。若我们连这种方法或者这种觉性也不执着它，它就可以做到没有执着的拥有这种觉性，而这种觉性是可以任运自然的升起，没有执着心，可以自然的帮助我们拆解所有的。 问题。 可以运用这种觉性拆解所有的难题，而不执着这种觉性，这便可以做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心是指觉性，就是说你要有这种觉性，你的觉性升起了，甚至这种觉性也不执着，这才算是做到因无所住，没有住向于觉性中而生其心，而又能升起这种觉性。整句话就是这样解释。 因无所住，已经不是刚才所讲的那句口诀了。你会说跟刚才那一句差不多吧？ 刚才那句是因无所住不住于相，是要你不住相。这里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的意思是因无所住于觉性，就是觉性也不执着而生其心，而生起那种觉性。这就是而生其心。这是解释刚才教的那四种觉性，你都不执着就可以做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要记住了，你能看到这个。 案中释迦牟尼佛的前身有多凄惨，千万不要轻视，把错误极恶的行为合理化。 只要轻视他，就永远不能寻到根，便会永远留在地狱中受苦。大医生已经很快的忏悔了，仍要受这么久的痛苦；而提婆达多在死的时候才忏悔，便要多受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千万不要轻视，把错误极恶的行为合理化。怎样才可以做到呢？我们再看一次，你一定要非常熟悉这个修心程序。 把它背熟，并且要实际运用。第一，首先要接受，接受之后有了冷静的空间、时间，你要提问，提问之后。 别人给你的所有答案，不产生任何情绪反应下做分析。分析之后，目标是把根寻出来，清楚自己犯戒和修心最差的关键位，然后想一些符合《金刚经》的对治方法来对治它。如果想不到，只要不犯戒的其他对治方法也可以。当你有了初步轮廓及结论之后，便要用正确的修行方法逐一拆。 拆解所犯错的事，每一点也要拆解，不能遗漏了任何一点。目标是要做到因无所住，不住于相，不升起任何的贪嗔痴度慢疑。如果不修心， 不拆解，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是，以不住相的觉性来产生及实践正确的修行方法。如果你能做得到，就是可以寻到你的根，并且将会找到符合《金刚经》的对治方法来对治，并且不要气馁。堕入地狱之后，如果能够忏悔，仍然有成佛的机会。不要气馁。 现在再重复一次，做一个总结：如何修心才能够与《金刚经》的教法吻合呢？就是你所需要拥有的觉性是什么呢？第一，每次被人欺骗或压制的时候，要觉得这是我以往多生所欠下的债项，今天有能力清还是一种福报，代表将来我更有能力脱离轮回，因而产生一种感恩心、平等心，知道。 保清还债相是一种平等的往来，是因果定律。没有不愤的心，只有感恩及环抱，平等及因果。第二，当拥有任何的能力，就要产生一种感恩心。 认为这种能力是要配合所有众生及环境才能够产生成功作用的，所以要感恩一切的众生。因此，同时产生一种环抱心，愿意以自己的能力与一切众生真诚的分享，也因此产生一种平等心。所分享的成果，自己与众生皆并无等级、好坏的分别，因此不会运用自己的能力作为害人的功。 句，因为害人等于害己，利人等于利己，这是一种因果定律，是一种当下平等、融合、唯一的心态。第三。 要明白，有觉性就等于有能力知道自己的错处，亦等于有得救，也等于有机会脱离轮回。因此，经常要升起一种一见到自己有错就要寻根的欢喜心。一升起能够对治这种错误的心，就产生一种觉悟的感觉。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亦因为有平等心，所以在因果定律下，怪罪于别人就等于。 怪罪于自己，因此不要再在意其他人错在什么地方，只觉察自己错在什么地方，这便足够了。因为这就代表自己有得救，这样你便能做到以不住相的觉性来产生及实践正确的修行方法，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以致无受者相，或者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也都可以不再执着了。 了，你便能做到《金刚经》的口诀之一“因无所住，不住于相”。第四种觉性，当你进行任何行为之前，如果存在有灰色地带及难解的死结，你便必须要进行修心程序的第二个步骤——提问。提问自己、有关的人、具智慧的人，以确定自己的行为及思想是否出现了偏差及错误。 从中因此而产生的智慧及任何善的结果，都必须要感恩及回向给所有众生，并且发愿将这些智慧以及能力分享给所有的众生。如果你能够做得到，便也能够做到无法相，即是因无所住不住于相，以及亦无非法相，就是不执着的拥有这些觉性，就能做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今。 今天的讲解到此为止。我们将会举行一个全球网上的皈依仪式，身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信众、善信们都可以申请参加。但是皈依仪式的日期便要等待面试者合格后才会获得通知。请求皈依的方法如下，请到敦珠佛学会网页里。 在网页首页的左边一栏内，便可以看到入会归一，请按一下它，便可看到资料和下载归一及入会表格。或者你们亦可以用电邮、电话向本会查询和索取申请入会的归一表格。填妥资料后，请记得连同一个你个人的聚美列卷。 电邮邮寄交回本会便可。你们会看见网页里已经上载了七套 YouTube 上的影片，是你们必定要观看的影片。你们便可以看见有粤语和国语的频道，按一下相关的连结，便可以飞快地立即连结到你们想观看的影片了。你们看毕后，我们会简单地与你们个别在网上进行面试。 很容易合格的面试过程不会过于严格，其实主要是想关心你们是否有看完这七套影片。合格之后，我们便会通知你们。 皈依之后，上师会透过网上教授修行及佛法，亦会定期举办一些集训，将一些实修的方法教授给你们。但当然要等待疫情退却之后才可以举办。我们亦会接受弟子们以电邮向上师请问。 但上师会留待于公开法会中开始回复，因为上师实在太忙碌了，未必有空来回答你们的每一个问题。我们希望你们多些向别人推荐敦珠佛学会的 YouTube 频道。我们的 YouTube 网页已经有三十六万以上的订阅人次，但是。 最近的订阅人数增长得很慢，所以你们最好能够帮忙推荐敦珠佛学会的 YouTube 频道，让更多人士可以观看及订阅。你们可以按一下这个订阅按钮，旁边有一个小钟的图案，请记得按一下它，便会出现三种选项，请你们按全部这选项即可。日后我们上载到 YouTube 频道的日 任何影片，你们便会立刻收到通知的，你们便知道原来有新的影片上载了。你们按这小钟及订阅，可以协助和更快速的传播佛法，便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士。当然是越快越好，因为人的寿命是很短暂的，越快学懂这些佛法的知识，当然是越好的。 尤其是学习佛法的知识，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浸淫和长养的。目前，敦珠佛学会是全球以华语为主佛法讲解中订阅及点击率最高的 YouTube 频道，即是以华语为主的订阅及点击率都是全球最高的。所以，记得同时都要按一按小钟级订阅，还要按来。 极喜欢。如果你们多些爱喜欢这些影片的话。 这些影片便会多些被传阅出来，那么便可以广传给更多人士观看得到。请留意，虽然敦珠佛学会的 YouTube 频道是以华语为主，但其实，在 YouTube 频道中是粤语、国语及英语的影片都有的，但上载的英语影片相对上会比较少一些。在这处有一个按钮，名播放清单。 按一下它，你们会看见包含了的慈悲心与菩提心系列的全部影片。进入这网页后，你们。 的系列，粤语和国语系列都有，请按一下它，你们会看见在右边的这一条灰色的小柱，你们只要把它向上拉或向下拉，你们便会看见已包含了所有慈悲心与菩提心的观修方法系列的影片。如果你们想知道我们已上载了多少套影片的话，可到我们敦珠佛学会这网页中搜。 搜寻，请向下滚动一下，你们便可以看见有两个按钮，一个是粤语。 另一个是国语可供选择。我们将所有放于 YouTube 网页上的影片设计了 YouTube 影片建议观看顺序列表的清单。只要你们选择粤语或国语的影片后，请按一下它，便可以看到清单内已详细列出每套影片的上载日期、属于什么程度和层次、影片名称。 片长、时间及相关连接，只要你们喜欢看那一套的影片，按一下相关的连接，便可以飞快的立即连接到你们想观看的影片了。